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切水果的部分。那我们来玩一下赛车的部分。
我们看一下推钱币的游戏，我们使用这七寸的来推，看一下它的整个效果。看一下大屏幕啊，推起来的效果也是都很顺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玩一下鳄鱼，顽皮鳄鱼。我们看一下使用这七寸玩起来的整个萤幕，而且顺畅度也都是很好，弹幕玩起来的感觉跟效果也是不一样的。